晚安，金鱼晚安，六哥晚安，脚还好吗？我最爱你，我也爱你，晚安，盛元晚安，超爱你的晚安，陆克晚安，今天超想陆凯的 Lowly 晚安，大家晚安，脚好点了吗？哦，对我，不会，现在不，没有比上次那么痛。今天要亲亲卢卡，晚安，谢谢猎狗的四叶草，亲晚安，我也想你，我好需要你，想你，吐司晚安，怪鱼晚安，今天也超想卢卡，我也是，晚安。今天要用哪一个呢？这个吗？就是，晚安。碰奖，好，那就碰奖好了。高发波尔后，哦，对，有气质就好。洛克晚安，大家晚安，今天好美哦，Thank you。恰恰哥晚安，呀，碰奖了，忘了你那么快。哦，好吧，那就这个好了，好久没有用。晚安，关科晚安，怎么这么有气质？谢谢，我没有戴那个，我今天原本有戴项链。恰恰哥晚安，晚餐吃了，波达晚安，这样感觉很有气质，谢谢。跟你们说，我原本今天午餐啊，不是午餐，原本今天下午要去看妍妍跟 Judy 的音乐剧。但好像因为其中一位，我不知道是，就是好像是因为疫情关系，然后就取消了，所以超级难过。我原本已经穿好衣服啊，然后就是正要出门的时候，然后就妍妍就没有说哦，刘佳，希望你还没出门。活动，你那个下午场变成取消了。哭哭，对，还好没有出门，很适合喝酒。Spotlight 的部分，啊，气氛，音乐剧吗？对呀、啊，演员确诊停了，我不知道是演员还是，就是播，还是乐手，我也不觉，我也不太知道，对，好可惜，对呀、啊，我原本想要。差不多这个时候就跟大家说哦，今天去看音乐剧，然后这边超棒的什么的，超级难过。下午 Judy 还有开直播哦，对，我知道，这么临时取消的，对，真的是我今天才知道。最近好好看《求爱地球医生》，我今天还穿那个皮的黑色。黑色的皮鞋，对，蛮适合这套，差点就巧遇了。季风天晚安，是现场有演奏的吗？啊，其实我也不太清楚。笑笑晚安，难过，可恶，没有现实可以看。橙色晚安，谢谢 YU 的相遇，晚安，大家晚安，Plus 晚安，凯莉桑，红包吧。这特效好玩呢，对啊，而且有那个亮亮，好久没有用这个。星宇好，谢谢。Chris 晚安。但我看那个座位图，不知道要买哪里比较好。对，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原本要穿这样去看音乐剧，对呀、啊。这件裙子第一次直播穿，对，卡妹送我的。裙子很好看。今天穿搭好看，谢谢。衣服好看的是，今天很准时。对，晚安，这是我晚上需要的特效。晚安，亮晶晶。音乐剧练习的还顺利吗？期待首场卢卡的表演，我会加油的。目前还在，还是还还在排练中。夏夏有跟我推荐某个位置，今天是卡妹风，上衣是我自己的。因为要停电了啊！你们家又停电了是吗？谢谢晚安。
你们家怎么那么会停电？那么开业去加油，没问题的，当然。可怜的南卡人，太可怜了吧？南卡是不是半年一次停电？现在在看我跟祖祖在桃园比赛的片段哦。啊，是 Judy 确诊吗？是吗？谢谢那个送自由包包。一个人住还习惯吗？目前还可以。好像上次线路没修好，这次继续修。原来太可怜了，辛苦了。谢谢 Legun 的自由包包。南港黑压压一片。南港，有点像。Judy 后来也去了，开完直播。哎呀，是哦，这我现在才知道。那所以之后我们练习他也不能到是吗？那是不是也要来快筛一下？他还说是感冒，哇，直播好危险啊！我这几天没有跟 Judy 见面，对，好像对他工作很忙的样子，但直播一堆人呢。叫他们小心啊！妍妍还可以，妍妍是上礼拜，两个礼拜前还是一个月前，好像不到一个月。妍妍是九月确诊过，所以他应该还好。卡丘晚安。对 ，Judy 原本没有确诊过，就是我们渔港基隆女生都确诊了，男生都没有，太极跟 Judy 都没有。然后，对，没想到他确诊了，但还好不是十一月确诊，对。原来太无敌星星，那没事，你也没问题，对。已经失效了，我怕我失效，天选之人，原天选之人，没有什么天选之人这个东西，没确诊就是运气好而已。现在还有时间康复，对啊，对啊，不能太信爱自己是天选之人，然后现在就发现自己确诊，只是还没确诊而已。对，比利兄晚安，谢谢建国送魔法棒，运气好加没朋友无敌。比利兄晚安，无敌星星也是自我安慰用的，对。只好先去了，反正现在没活动。嗯，听起来好难过。对，然后我就说，我想说，我都穿成这样，然后就是已经超级期待去看音乐剧，然后要出门的时候就收到通知，然后说，啊、那我现在要怎么办？对，所以我后来就去了，我后来还是出门了。对。但是，然后搭个公车去百货公司，对，没想到礼拜天的百货公司人那么多。你可以体会我们四周年取消的心情，对我就知道你们哦，原来 TP 活动取消的时候，你们都是这样的感觉，超级难过了，都是原本可能做。可能一直都很期待，就是不管工作的时候啊，或是很难过的时候，就会想哦，没事的，再过几天就有演唱会，可以跟成员见面，可以看音乐剧，然后就取消。卡妈那个后续呢，我也不太知道哎、欸。刚好漂漂亮亮的开直播，像我就正没有活动，先去一下。谢谢送我一封信，谢谢送我自由包包，谢谢比利熊，不然去要一下这场的剧本，甜甜圈大剧团演给你看。卡妈被我的甜不辣丢掉，应该没事。对，日本的乌鸦感觉很可怕，很多。那大婶晚安，现在百货公司跟夜市的人都超多，大家都不怕疫情哦。对，我昨天我的两个朋友都是不完全不一样的，两个朋友都去士林夜市。然后人超多，我真的吓到，怎么那么多啊？见不到你好难过。
陆卡来台北，结果工作取消了。没有，还刚好没有出门。对，不是工作取消，不是工作。哎，奶奶，你什么事？卡妈的耳朵还好，应该吧。好像日本乌鸦比台湾多，台湾没什么看。台湾有乌鸦吗？我好像真的没看过。士林夜市到底发生什么事？怎么人那么多？现在已经对疫情无感了，大家都照常娱哎，常哎，大家照常找娱乐。所以你还是到台北？没有啦，我刚不是说我出门前，我说我有出门，但没有去音乐剧那个场地。乌鸦不是只对闪亮闪亮的东西有兴趣吗？为什么是甜不辣？它要吃东西呀。台湾比较少看到，我是完全没看过。你说逛百货公司？哦，不是台北市的，对。卡妈是直接在路上叫，对。啊，大家都关到反了，所以都跑出门。然后是你昨天是。白话剧啊，哦，是哦，原来如此。他妈这运气可以去买乐透。话说我有在路中间走，结果直接屋，这是什么？被甜不辣直击这画面真的有点好笑，真的。是你昨天有活动，原来如此。白昼是什么？我以为念白话。白昼。3D 投影广告，哦，原来。等一下哦，我发现我现在腿弯着，膝盖，就是膝盖的皮会被拉，有点痛。只能这样。白昼就是白天的意思。哦，不能打出来，我也不知道。卡丘直接复制我的留言，哼哼，甚至一下心疼，在一起，裙子很有气质吧，对吧？卡妹送我的，因为原本这个裙子后面，好像是后面拉链某个部分。裂开，对，所以他送我了，但其实修一修就好了，修一修就可以穿。对，皮裙没错，搞不好他变胖，然后就穿不下这件，因为连我穿都有一点紧。只有骑车的时候被老鹰抓到的，都那给过来那点的，什么物，什么这个不会念，一只死老鼠。大家的先去洗澡，好的，你开头那个吗？戴瑞晚安，原来是卡妹穿不下才给你，应该是。哦，猎物，对，猎人的猎，突然忘记，猎人的猎，对。それにしても暑いわ。谢谢送我。守护可可仙子之术，谢谢 Derek。好痛哦！一定是咖啡觉得太大件，所以给你。这两天还有什么好玩的？没有什么好玩的。哦，所以我后来去百货公司，然后去吃寿司。三个要2个礼拜后可以踩线，对。没错，因为他说，因为是关节那边，如果早点拆线，很容易又裂开。对，所以他说至少要12天，然后12天后可能也不能全拆，可能先拆一半的，然后再过几天可能拆全部之类的。对，他说要看医生，说看情况。谢谢小月送我相遇。还很痛吗？不会到很痛，只是我发现我周围有内出血，就是变成蓝蓝的。我不知道是因为跌倒的关系，还是打麻醉的关系。
吃几盆？我没有，我好像只有吃两盆，加一个冻饭。可是那个冻饭真的超讨厌，这么小，这么小才120，我真的超级不开心。早知道多点一般的寿司。医生有说可以碰水吗？我没有问呢、欸。第一天不行，第二天其实我今天有稍微清洁，用生理实验水，对，因为上面发现有血块，有点恶心。嗯，哪家寿司？叉鲜，没有牛蛋。那你这两天洗澡还好吗？洗澡就是用保鲜膜，对，保鲜膜跟那个叫什么 ？vinyl bucket 塑胶袋，对，用保鲜膜跟塑胶袋保护它。关节伤口超容易裂的，对呀、啊，那个位置很麻烦。你回诊也搭计程车吗？没有没有，搭公车。到时候伤口要忍住，不要扣它。好，归家晚安。之后会变淤青的吧？有可能呢、欸，我也不知道。我今天想你，晚安，归家。吃好少哦，可能有点好少。可是我吃230，我吃到230呢、欸。我觉得蛮多的，还有冻饭，对，是不是上面说亲子蛋，然后点了就这么少，谢谢送药，看你好，不是，好看你，算了，太贵了吧，真的，我还是比较喜欢别家的，哦，差些没有拉面，不是，那个根本不是冻饭，上面写冻饭就。一碗，之后伤口会超痒的。哦，对，医生说，我问医生会不会很痒，他说有过敏才会痒。对，然后医生说，他帮我开药膏，就是涂了就不会那么痒的。对，要你好看，算了，一小碗饭。对，叉鲜现在涨太多，一点都不好。哎，真的，我也觉得，好像涨价了。对，那个大小可能是比羊盘寿司还少。对，真的，真的，真的。所以我点完超级后悔。早知道直接点一般的。对呀、啊。好，我去吃那一家，是因为我平常都吃日式的什么枯叉，或是叉西咯之类的。对。所以想说好。好像可以试试看台湾的，现在太多东西都涨价，对，不止寿司啊，对，现在蔬菜都全部都涨价，真的好烦哦。以前50块就可以买这样的高丽菜，现在只能买一半，一样价格不如去穿叉丝，我也觉得，对。我学到了，以前想省钱或上厕所不顺都会去擦鞋，哭擦，味噌汤跟马铃薯沙拉最好吃，而且日本 APP 金额也要涨价了，CD 也涨价了，对，物价涨薪水，剩下外带可以吃的吗？高丽菜冬天会比较便宜，季节快来了哦。好，那我期待一下。枯江寿司，枯江寿司没有，没有什么，没有这种东西。柯金仔表示，哎呀，我觉得有点曝光呢，是因为特效的关系吗？我换一下特效，还是有点。今天画质感觉很不好，奇怪呢，我刚刚有擦，我再擦一次，好像还是不太好，有点雾雾的，对不对？我也觉得，
手机一同先不要用，等等我，等等借我刚好。一袋年历这样没样品，有点买不出。哦，对，年历，我一直听成笑笑的关系。便利商店的饼干也都变小包了，对，尤其是你们知道 Cantori Mom 吗？我原本很 我很喜欢的日本饼干 Cantori Mom， 听说刚一开始是这样，现在变成这样，超小。冬天的菜比较甜，年历出来了，我该买吗？你们觉得呢？其实我也不太知道，我也看公告才知道，哦，今年也有年历。我猜应该是跟前年很像，去年就没有年历嘛，对，然后今年就是票选嘛，对，但我觉得至少没有票选活动，嗯，谢谢笑笑续费一个月的粉丝团，对啊，我刚开播的时候不会这么误欸，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是我的问题吗？是不是因为我穿黑色？嗯，你先看看，用白色。好了，算了，变小一半，变小耳朵。对呀、啊，なんかちょっと前にそのニュース、カントリーマームの昔の CM とか見たら、おすごいこんな大きかったんだみたいな。虽然我有七高蛙的年历，我也想要七高蛙年历。小时候的平克很大片，就是演唱会跟公演的侧拍照。哦，那真的很像前年的，前年好像也是这样。但前年的话，好像只有正式，个人照片就好像都是正式生。这次所有人都可以上年历，应该是这个意思。对，不过我都用日历 APP。实体年历没什么在用，其实我也是啊，就放在那边而已。房间灯就一直都这样啊。画质跟衣服应该没关系，还是因为灯反光真的蛮重要。我电脑看起来还好欸，好吧，声线是另外拍，不是，应该不是。嗯，算了。先这样吧。我年历都是在想你的时候用的，我用电脑的就蛮清晰。好，这次有人可能是因为思雅而买。哦，因为思雅也在里面吗？有可能。说到年历，我好像还没开。啊？为什么？快要结束了，剩三个月。不知道为什么手机的浪看起来糊糊的，嗯，很巴适的。所以到时候年历的照片可能是 Luca 在后台做伸展操的照片。我年历也有几本没开，嗯，你买太多哦。对，也提醒了我，该翻下一页。对，现在已经十月了哦，大家。虽然我也不太会看年历，虽然也有参与今年演唱会跟公演，对，大兄他们应该很开心，没有很多，时间过真快，对呀、啊，还要有呢，あと2ヶ月で2022年終わるんだよ。何したっけ2022年？那么多成员，大概一个成员能出现一张就好了吧？嗯。反正我的出现率应该比没有比其他人多，所以就有一张清楚应该开心了。回来了，累累，辛苦了 ，Echo。我现在要时间管理，年历很重要，我平常都不会看年历。哎，冬季有哪一天？谢谢送我香蕉热气球，好可爱。我平常都不会看年历，记得有哪一天有直播就好。呀，啊对，而且这次好像没有贴纸这个东西。对，大家想要特写，大概
哎、欸，那哎、欸，去年年历跟今年哎、欸，不是讲错了，对不起，今年年历跟明年年历价格是一样吗？还是去年比较贵一点？不是去年啦，今年是不是今年年历是不是比较贵一点？よかちゃん、大和くん、大和は何もしてない。それね、私もドーナツの皆さんとね、ドーナツの皆さんでえええええってやったこと以外覚えてない。反正有路凯就买，然后都翻了页。上次的能力得名的没有优先出现权吗？应该没有，对，应该没有。你发现姐姐在排会摆 pose 吗？什么意思？哦，你发现姐姐在拍会摆 pose 吗？跳舞的时候就不会啊，就是可以摆 pose 的时候当然会摆 pose， 就是看镜头，但是基本上不会。我有想有一半的成员都很难有个人画面，对啊，应该，我觉得应该是，如果是公演的侧拍的话。还是就是号码比较前面一点的成员，可能比较照片比较多。嗯，什么没有卢卡设计的贴纸吗？对 ，P 组谁可以设计啊？你之前可爱贴纸，去年比较贵。我年历装是用巨多，对我也是，我都是用卢卡直播记日期的。没有贴纸啊，差评。六百五这次五百五，我差一百哦。嗯，哦，但是这次差在，这次就是全员成员，哎，全体成员都可能都在里面。对，谢谢送我守护灵。居然变便宜了，太感人了吧！我年龄都没有看过其他业长什么样子。这次没有额外办投票活动，可能这样，对，而且没有另外拍照片，所以可能不一样。嗯，啊，是六百，今年六百，明年五百五，好像啊，只差五十哦。而且完全不知道年历会长怎么样。哦，对啊，哎，这个应该，这个公开好像，嗯。这次要预购吗？还是可以现场买？去年至少还有彩图，谁买一百本？连一点点都没偷了，真的抖抖的。先不论 P 谁会设计，请不要让一家设计，谢谢，不然会变成迷因贴纸。好像可以耶。对呀、啊，我觉得我蛮喜欢他设计。的那个感觉，会买，但是先不期待内容。迷音也不错，对，可是我对迷音不熟，我对台湾的迷音不熟。让我看看，感觉明年年历到现在都还没完成设计好，所以连样品图都没有。嗯，我也不知道哎、欸。希望到时候成品是好看的。泳装年历我才买一百本，泳装哦。台湾不太可能哦，啊 ，TP 可能不太可能。买一百本可以多买17张握手券，目前预购。如果可以设计撸鞋贴纸，他那个圣诞 T 也很好笑，真的。这次的圣诞 T 卢卡喜欢吗？你说一家的吗？我觉得不错啊，很好看。泳装年历战，嗯，醒醒泳装也是七月那种。卢卡自己出一本泳装的，我买1000本。你说的哦，你说的，我的可以买1000本，我当然会出啊。而且是一个人买1000本，我当然会出。卢卡会出潜水衣年历。谢谢雷军，哇，好痛，不行不行。嗯，我说的，你快出。卢卡可以出一本的。穿那种最保守的泳装就好。你嗯，你拿你七月生写照片，终于都出一本。一月是大头流浆，二月是全身流浆。
三月是三月，可能是只拍肚子的刘佳，刘佳肚子的特写。然后四月是我刘佳穿泳装，然后腿的特写什么，全部都是七月。要先看一本多少钱？哦，不会很贵啊，对啊。如果我真的要出的话，我应该会卖，我应该会卖四百多。四百很贵吗？就是我生日是四月，所以应该是四开头的，422，对。我应该会卖422块。其中一套有史酷密斯的话，我加。怎么那么喜欢史酷密斯呢？关太晚安，只拍肚子，对，或是背面照，对，六月背面照。只拍肚子感觉很特别，太有诚意了吧？全部撕下来可以拼成一个卢卡，然后你直接就拿凤甲来客串一下，帮他画个泳裤之类的。Diego Stee， 你们讲的错错错错，小肚子小肚子呢？请问肚子特写有分吃饭前跟吃饱后的？当然是吃饭前。42,200，太贵了，很便宜呢。写真这个价格便宜吧？可是只有12张哦，1月、2月、3月，一次买5本送合照、纸笔、签名哦。什么是42万？太贵了，400多就好了。哦，你说雷军买1000本，所以变成42万，笑死！你每一本都有签名，卖个1000。卢卡的数学是不是没有？我刚没有看清楚留言，对不起。想说怎么变成我以为有人说哦，一本卖42万就好，42万还行还行，一台国产车的价格，可能要找数学课本来学一下。数学课本？嗯，日本有一种好像是数位升学，印象中就有几张而已。谢谢送我相遇。可以卖数位年龄，哦，电子档吗？数位年龄，本家有出那种 AR 真鞋，42万，雷军要花多少？认真数学问题啊，1本40万，一本就够了啦。这样我买1000本才不会没地方。但我买了，结果那个 APP 没办法下载，我也比较担心没地方。哎，一切都是我的妄想，对。也真的说真的，可是 TP 现在一个成员可以卖1000本鞋生鞋真的已经，我觉得已经不错了。对呀、啊。雷军先买一栋房子来，哦，谢谢小雨的行李箱。买100本会送一张可妹的泳装升学纸笔，那我就买100本。谢谢送真情告白，好痛哦！哎呀，以台湾的状况，卖个1000本就算大卖了。真的啊，真的啊，平常升学针指定的。好像没有成员超过1000，对，啊，不是好像，一定没有，对，一定没有，对不起。谢谢送我小川鼠车车，哎，这个礼物又有了，这个礼物不是传说中的 pew pew 吗？不是 pui pui。你觉得吃医生开的止痛药有效吗？我早上跟中午都忘记吃了，但是好像，前几天确实有效，今天其实不吃也没关系，不会很痛。我连100都没有，你说雷军吗？以前可能只有小英可以卖超过1000本，千本英。呸呸，盗版车车。毕竟又要开播了，话说10月的第2季要播，
可是这又不是真的，这又不是正版，要可以是进，就是刚缝针的那时，刚缝针那时候真的有点痛，就是连走不走路什么都没做还是会很痛，那时候就一定要吃，但现在不吃其实就还好，就是有时候走路会痛一点点，但也可以忍耐的，这反应，草莓酱晚安。止痛药不是能不吃就不吃吗？应该是可以了，对。有跟你约时间要去产线吗？就是还要等12天呢，但我明天或是后天应该会也要去看一下，对。可能要换药之类的，但我觉得不用，在家里也可以。我在想，虽然医生说礼拜一可能要来给他看一下，但我觉得应该不用，除非好像看起来有点不太妙，肿起来的那种。你现在都要去原本那家，前几次是去那一家没错，但是我觉得因为那一家有点远，所以如果真的要去看的话，可能去比较附近一点的外科诊所，还是回去一下比较好，有空的话还是可以去给他检查，至少要一个可是每天去好像也，我也不知道，要好好休息一下，保重，会的。他是要检查你的伤口复原状况，可是去一次要花100台币，还是你抛先让我帮你检查，大概抓一周的间隔吧，让我看看。听话，让我看看。对对对对，可是限动发，我的伤口好像不太好，有时候限动发这种斜斜的东西，粉丝会越来越下降。你半夜的时候发就好，转身删掉，不行，还可以2周学术记录，搞不好有人喜欢看这种，没有，不行啊，每天拍张伤口，最后发一个 real， 好，所以我对，然后我昨天自己，今天礼拜天嘛，然后诊所就没开，所以我就自己换纱布这样，然后我就偷看一下那个伤口长怎么样。我现在看一下好了。对，我发现我缝了1、2、3、4、5、6，等一下哦，1、2、3、4、5、6，哦，我以为我缝了6针，不是，我以为我缝了7针，结果我刚刚数了，是6针哎，我昨天看的时候，我这样看，我这样看。就1、2、3、4，7针，对，就是6针，对，六也是很多哎，我也觉得有点多，对，好痛，还是很多针，算数，没有，就是因为缝的时候都是这样缝嘛，然后就是黑色的地方就是有很多，给你们，把你们画画看。等一下哦，这是奇异笔吗？好像，好，用蓝色的话，我头撞到墙壁也是6针，我跟卢卡贴贴。你怎么去看医生的计程车？第一天是计程车，第二天是公车。就是原本伤口是这样嘛，然后这边是这样。然后这边是有这样绑起来，绑起来，绑起来。然后这边很奇怪，好像是这样。
后这边好像还有一个，对，就是我不知道中间跟右边跟左边就是缝成这样，然后这边三个是这样缝的。对，你画的也太好，对吧？我也觉得。然后我可能数的时候，可能这个应该是这个吧，这边的线我还以为是一条，对。但我发现这边应该只有一个，对。明年三T主题不一样，这是医学生的笔记吗？因为我没办法给你们看伤口，所以就是。中间的部分刻意就是避免疤痕产生，跟我工作时的记录很像。抽象化，到时候彩线可能会有一点点痛，应该是。你有拍照记录吗？啊，我还没拍耶，我还没拍，我只有拍流血那时候的。对，你自己心里不会。哎呀，医生，快拍一下留作纪念，会，那下次换纱布的时候就换一下，对，不是换一下，换纱布的时候拍一下，拍给卡妈看嘛，有，但是那时候就是偷拍的方式，这样，就是纱布拿一下，然后就是这样拍，我还蛮想看的，因为职业病。卡妈最近还有碎碎念吗？他问你的我的脚有没有好一点？对，其实是小伤口啦，不会，就是虽然很痛，然后也不能跪着，然后走路有时候也痛，但是只伤口就没有到很大，就是1公分，原本是1公分，不是1公分，1块钱大小，然后缝了6针，差不多变成。我会变成这个长度。真皮层已经磨掉了，我也不知道哎，这个我有说吗？就是医生，等一下，你要好好休息，这样才好的快，好。要缝的时候，医生帮我的烂掉的肉，就是帮我剪一下，对。然后原本的磨掉的那个皮啊，有差不多有，就是蛮有厚度的，对。我以为它是缝，就是旧的皮跟磨掉的皮会缝在那边，可是没有，因为那个皮那一层皮已经变成黑黑的，我涂优点的时候变成黑掉，所以那边也就是只能剪一下，然后伤口是这样嘛，然后这边跟这边的皮这样，然后就缝一下，所以这边的膝盖的肉都拉掉，对，所以我现在弯腰就有点痛，就是膝盖的皮，对，就是疲惫拉的那种感觉。你跌倒的时候磨掉的皮还在伤口，没有剪掉了。图师会怕吗？你要马上去看医生才有办法。对，可能你拖太久了，我拖了2个小时，好痛哦，痛。你留很久血才去，长新的就会像小 baby 的屁屁一样又白又嫩。日语的什么多尼是什么意思？我看不懂这个字哎。哦，那真的有点久。新的几乎真的跟小婴儿一样白嫩。只有2个小时吗？应该只有2个小时。有了2个小时的血哦。对，虽然没有流很多，但是。我有记录，就是受伤那时候，然后贴了 OK 绷，然后发现10分钟后发现，OK 绷怎么变成红红的？然后我换成透明的，就是不会透的那种，对。
然后发现每二十分钟都拍膝盖的照片，然后发现怎么觉得里面的血越来越大。就是我换一下好了。哎，我的笔呢？啊，有了有了，原来在这边呢。哎呀，就是原本是膝盖是这样嘛，然后我这边贴透明的 OK 绷，然后这个就贴这个就可以洗澡的那种，对，所以流血也不会，残血也不会残到外面，对。然后发现防水的，对对对，那种没错，防水的没错。然后我发现越这边一开始可能就是这样，然后发现20分钟发现哎，好像怎么变成这样？40分钟这样，然后1个小时后这样，然后发现它还在流血啊，肾了，对不起，我刚说什么残？纱布整片都变红吗？对呀、啊。20分钟就有爱心，就是发现一直出血。对，我后来发现受伤那时候啊，应该要一直压它。你当时不会觉得很怕吗？我当时觉得真的还好，因为我受伤太多次。对，应该要压它才对，但我就一直没有压，因为我那时候我跌倒那时候是出去买东西买吃的，然后回去的路上，对，然后在我家门前。我家门口前，不，讲错了。我家社区的大门那边的地板，我在那边滑倒。对，烧伤流血，我以为贴 OK 绷就表示有压，不是很痛吗？是蛮痛的啦。对，你当时在想什么？我想，我好想赶快吃饭。反正我就先洗一下，就是。洗下我伤口子，然后贴 OK 绷之后，我就先吃我的干意面。干意面放了很久就不好吃了，会面会黏黏的，对，所以我就赶快吃。然后吃的时候不是这样吗？然后发现，OK 绷怎么有点红红的？然后后来吃完之后，我就查一下要怎么办。他说腿要放在心脏的上面，所以我就躺在床上，我就这样放着。但我发现还是会有在流。所以我就问我妈，她说你赶快去看医生。一般血要超过5分钟，我就会开始紧张。你还能撑那么久？应该是我看血，如果真的是一点点的话，不会那么紧张。哎，这是什么啊？新秀组第10，我现在第10名哎！我的宠物是谁送我这么多？好开心！结果被卡妈看，谢谢送我，谢谢南琪送我钻情玫瑰。这是当天的活动吗？对不起，我看错了，我看错不是第10名，是第100家。我讲错了，对不起，没事没事。卡妈比你还担心，你吃完才跟卡妈讲吗？没有，当结束的跌倒的时候，我就密我妈，加压比较快止血。没有大爆血，所以不紧张。对，对不起，对不起，我看错，我看着 top 十，然后这样走下去，然后变成100。我还以为又要冲，没有，162。对，应该是，我刚刚想说，到底谁送我这么多？我怎么没有印象？我都在找礼物了。不用，不好意思，我看错。有刚刚讲到哪里了？反正就是这样，不是暗示，拜托不是。雷军上了，晚第10出发，卡都拿出来。哦，谢谢送猫先生。
谢谢洛克。原来要 diss 没有没有，不要这样哦，各位，你们为了握手会存钱，哎，不是存钱，存钱，存钱吧。原来要 diss 不diss 不是不是，我都在打卡号了，不行不行，不是存钱哦，是存钱。No no no, not this 成全，要成全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哎、欸。又开始甜甜圈成全了吗？没有，不行。原来握手会可以成全吗？当然不行哦，各位，这次应该不会发生跟上次一样的问题了。谢谢送我守护可可，咩普晚安。存钱给你，成全我们，我看看有谁跟你同步。再次只先开两步，真的要唱了？没有，开两步 OK 的。上次只开一步，真的有点夸张。哎、欸，不能说夸张，就是有点开太少。对，如果要求几步呢？到时候再看情况。对，我要看整体再决定。因为我也不知道这次六单可以卖，因为涨价了嘛，所以我相信一定也不能说一定，应该正常来说应该不会超过五单的数量呢。对，对，是因为涨价的关系，我个人，这是我个人觉得，嗯，对呀、啊，就是原本大家的预算，可能有些人的预算可能10万台币好了。对，就是如果是五单10万台币可以买多少呢？然后六单的话可以买多少呢？对，就是差很多吧。嗯，还是你们的限制是，你们限制是算张数还是台币？多的话可能少一步吧。原本一步9万，啊，哎呀。就差24%，占没多少，要看你买多少。而且我总预算会比上次更少。哎呀，我是看金额。对，我也不知道一般的粉丝都怎么看。我也是看金额。对，就是我这次可能大概会用这样，大概会买。对对，我应该是这样，就是不会想。我这次一定要握100，然后六单，虽然涨价了，也一定要用，一定要握100。我应该不会这样，嗯，我是抓时间，啊、哦，所以是看看张数就对了。现在一步多少？不是总数的问题，是一张，是觉得一张太贵了，会买不下去。哎呀，可惜，我也觉得有点贵，嗯，应该说。只会买一两张的人可能就觉得还好，没有张很多，可是要买很多，就是刚刚说的100以上的人可能就觉得真的差蛮多，一样的钱少了20%的时间。对，但我觉得如果是时间握手的时间变长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对，可能假如原本10秒，这次多了多了2秒之类的。对，因为是2%嘛，如果是一次10秒的话可能多了2秒。嗯，对呀、啊，我是不太相信会变长啦。对，但是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看这个就要看公司怎么做。对、啊、对、啊、我也觉得应该不会变长。嗯，因为我发现时间，还一步的时间还是1小时，1个半小时嘛，有点忘记了。价钱应该已经冲突到很多人的价值观，有人可能原本预算排10万，没变短就不错了。哦，对，应该不会变短，会变长早就跟我们讲，看到价格或说成5万啊、哦，
看到一部还是350张，时间应该还是7秒，我也不知道哎。以好爷来说难啦，会变长的只有升学出货的时间。是不是这个月的也延期了？帮我问看看，下次能把那些不必要的成本都拿掉吗？像是 CD 跟封面。唉，没有，如果真的可以这样的话，大家公司一定会这样做啊。他们想卖的东西，哦，好痛，不行，不能跪着。他们想卖的东西是 CD 啦，只能说他们不懂的什么 AKB 三法。哪次不演好主意，越来越惨了。直接卖握手券，其实单曲里面附的 DVD 一点都没用，画质这么差，三度延期了。小心一点，对对对对对。他们不懂为什么本家会分两种盘，握手的比较便宜。唉，我觉得 TP 握手会有点少，对。虽然这样对成员比较没有负担是没错。DVD 播放器都没人家有了，我们家也没有，没有裂开应该没有。只是我发现有时候还是会就是看到一点点血，不是有点少，超少。超级无敌少。哎，没关系啊，就算我这次步数没有像上次多，我也不会觉得很难过，也不会觉得很讨厌，对。啊，但是如果其他成员都比上次开了很多，然后只有我一个没有变多，说不定会稍微在意。但我相信应该不会这样吧。对啊，不好说啦，不好说。对，我觉得你至少会有三部吧。我也不知道欸，不好，其实不好说，对。怎么可能会这样呢？时间很难巧关，这样这点就很让人却步。不会这样吧？是，我觉得大部分的成员应该都不会比上次多。我也是这样想的，对，但不知道欸，不好说，搞不好有人会超过，有人会变很多很多，对，只好加油一点，好努力养生，看能不能卖个漂亮的价钱。你躺着都有三步啦，最好是啊，没有没有，我如果我卖了三步，一定要好好的，对，一定要好好宣传才有。三期生会参加，哦对，可是我觉得还是一个一个比较好欸，两个人一起握手。没有很好吧，不过先跟卢卡报备，没意外 A 步到不了。好哦，因为太早嘛。我也觉得好早哦，我还有两颗肾在，可能还是有吧，初选拔的成员之类的。哦，对，有可能，对，可能就是粉丝想让他庆祝，所以就是为了宣传哈，多买了一点点，这样有可能。这次也是两位一起跟你们第一次一样，对呀、啊，两个人是一手握一个吗？其实当时是这样，是这样没错，可是这样很难聊天呢、啊，对吗？所以有些粉丝还是会分开聊天，就是先跟这位成员聊天，然后再来跟这位成员聊天，怎样？害我变成耳机，第一步太早了。哦，李怪吗？晚安。卢卡好吗？痛的时候记得想我。嗨，辛苦了。看到第一步头有点痛，我也是。希望我可以起得来。而且这次海外是可能可以参战啊，参战啊，对。可是我的粉丝海外的不多，所以应该我的话应该没有影响太多。
有些成员就是比有些成员真的是靠海外的粉，靠海外的粉丝吗？有些成员真的是海外的粉丝比较多，对。这样说的话，他们可能就，有些这样对，海外粉丝比较多的成员，可能成员的话，可能卖的步数应该会好一，比上次好，对。他一手一个，之前是这样，对。可能你的右手三旗生某一位签，然后你的左手是别的成员签，这样两个一起有点尴尬。你想想当时我去问你。对，我看大家都很尴尬啊，这样怎么聊呢？对，而且这样签，因为这样签只有跟一个人聊天也很奇怪啊，对不对？我通常聊天都是先这样就这样讲话，只是要让粉丝认识一下新成员而已，对，应该是这样，对。但是三月嘛，我相信现在十月嘛，十一、十二、一二三，五个月，这五个月可能你们跟三喜生比较，粉丝可能会跟三喜生熟一点，对，可能已经会有固定的粉丝。但是秒数没有两倍，对，秒数好像没有两倍的样子，这样也不能讲八卦。刚开始最好有什么八卦？恰恰哥，恰恰哥要包布吗？比起第一部的头痛，我比较怕夜袭。谢谢送我高尔白气球，谢谢送我许愿瓶。是还好，我当初也是跟你李宁各说一句话。对，好像就这样。但我们讲话都是，我们讲话的时候都没办法，就是只能两个人一起讲话。对，我可是大夜班，十一点算凌晨欸。恰恰哥要来聚餐了吗？对，恰恰哥，甜甜圈等你哦。那我先搬去海外。别这样，是人比较多还是券比较多？海岛算海外，外岛算海外吗？不算。你哥哥在海外，感觉好尴尬。两个人第一个没被看的尬爆，所以我那时候都错烂了，因为手心手背都是肉。鹿卡太可爱，害我变成二阶粉丝跟没事啊，因为我本来就知道。对，粉丝跟其他成员聊天时你在干嘛呢？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粉丝跟其他成员聊天时，哦，你说可能，像上次握手会或是集长那时候嘛，当然是看着他，我是不太会插话的。好耶，那我要去感受尴尬，当时就直接离一个，虽然对另一个很不好意思，但你一开始是跟李宁讲话，再来是跟我讲话，然后我对小玉唱，一定是命中注定的相遇，他完全没听到。如果只要一张去打招呼，还好不会尴尬。哦，对啊，好，其实蛮多，那时候蛮多成员就是这样说，你好，你好，我是谁谁谁，好之后。之后请多指教哦，然后就拜拜，好像都是这样。可是这样其实蛮难记对方的名字，除非是知名粉丝。对，对，但是那时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对知名粉丝，或是穿特工服的粉丝，对，印象比较有深刻。只能个别说一两句而已，不然就是要找共同话题。五月可能变化很大，对。其实我们握手会是三月，但是我相信三月，上次好像是二月，上次是二月三月的时候大爆发，刚开始有啊，筛选的八卦，什么意思？三个人牵在一起玩梅花几月开？不过这次如果要隔板麦克风，那他们要设置两个麦克风吗？有可能。不会吧？像小圆圈不能开，那也不能开，很难受。对。小童应该也是。小鱼不能开 IG 吗？
当时可是当时晨晨有 IG 吧，不是吗？晨晨当时加入不是11岁吗？还是那时候没有 I， 他没有 IG。刚开始你没事，后来一堆人后悔。虽然没有八卦，但是在别人面前跟小学生求婚，我也是害羞。新把握多人的时候，一张卷双重享受。很想去，可是现实很残酷。三单的时候，卢卡很二界，好好哦，马上有主题曲。这次可能可以来。3月行けるか調べたらどうも無理っぽいんだよな。来年の夏の状況で収束を判断するし。なるほど。所以我是跟你打招呼吧。应该是那时候，因为我也不知道你会先哪一个成员聊天。对，毕竟都不熟，比较少人会丢很多张。知名粉丝，只要是让粉丝记住你们。时间很短，还在考虑要不要去。谁是知名？知名粉丝，讲错了，对不起，知名粉丝，知道的知，明确的明，知名。我没想到我有跟他讲什么。春娇是女，没有女粉丝，那我要来做特工服了。没关系，我已经知道了，你们是谁。查了在网络上新闻就是，觉得应该不会，我是志明。特工服是选制吗？什么意思？谢谢 Leg 的大声说爱你。他们 IG 不是公用，我也不知道，应该不是。一群生都有 IG， 先梦哥根据明年夏天的情况。IG 是公司的账号，不是本人的，没有年龄问题。我也觉得应该可以。台湾厳しいから収束するまでいけなさそう。想问入开一个问题，好。晨晨13岁就有 IG 了。可是现在我们聊的是12岁的成员，对。所以当时晨晨跟佑轩有 I， 11岁的时候有 IG 吗？我觉得太郎一定会去找12岁的三崎生。爱你。卢卡比较担心哪个？甜甜圈喜欢三崎生，甜甜圈去地下玩。三崎生，认真讲的话，三崎生还是甜甜圈喜欢卡妹哦。这个我就没有担心。又。只跟晨晨 TP 时期就有 IG， 那就没有问题啊。那就小，对，小雨也应该 OK， 没问题。张一宁不会找12岁，他要找13岁。我每一位都有去留言。三崎生因为是同团的关系吧。地下妹妹虽然也是偶像，但是不是同团的，所以懂我意思吗？对，如果真的要都当然都复杂，但是如果真的要二选一的话，对，三崎生同个团体一定比较担心，也不是啊，是担心算是担心吗？那他们可以放心去地下。三崎生没三崎生有十？等一下，什么意思？十？旅馆可以放心去地下。旅馆是因为想去地下，所以这样问吗？那我说三崎生，可是我怕我说不是，那我说地下比较不 OK， 他是不是就会？配三起身，卢卡没错，地下就不担心啊。对，我没说。可是这里大多数人都会去找三起，即会去地下，顺便喜欢卡妹了。
有这么渣的人吗？是三选一还有卡妹，上海妹妹也是安全的。我有说安全吗？旅馆现在在打预防针，旅馆很想往外发展。打预防针被发现，那之后这种问题我就不回答。不管你回答哪个，我都可以去另外两个。啊，不行哦，旅馆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哦。那布丁跟你说，哦，我都不要，那就没问题了。就跟渣男说，我跟前女友聊天，跟其他女生聊天，你能接受哪一个？啊，你懂哎，对，就是这样的感觉，笑死。有点像我跟前女友聊天，跟我的女生朋友一起出去玩，那个不太接受哪一个的那种感觉。还好我都不会去找布丁，我都不要 ，no no no， 只好拜托那个布丁，帮我说 no no no， 旅馆我全都要 ，no no no， 什么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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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没有这样，不会，绝对不会这样。然后被抓到的时候就说。是你说，是你没事不可以的。但旅馆的心已经飞出去了，飞到哪里？我想擦擦，因为是同志。妈，但同志很好玩。啊，妈，我想擦擦，因为我是同志。妈，但同志什么意思？等一下哦。还好韩寒放心了，我不怕。他是放行还是放弃？旅馆哪里快乐哪里去，旅馆记得回来哦。我是快乐爱。你什么时候变成享誉？我之前头天换丽卡也说过一样的话，你说可以的，有吗？我有说可以吗？我应该有说比起其他成员可以接受，但我没有说不行。但我没有说可以。是你说没关系的，卢卡踢了握拳。笑死，原来放弃了吗？我十三岁的时候还不知道我像是什么。我还以为丽卡可以。我有说丽卡 OK 吗？还有说可以吗？好了，当时可能真的说可以，我也忘记了。我也忘记了。现在你们知道了，对，我现在不一样哦。搞不好我当时说好啦，可以啦什么的。他之前生气也去看你的时候，都不看我还去看日行社，这样吗？没关系，他不在，小心啊，人心一直在变。卢卡也是，时空背景不同，现在的卢卡不接受花心大萝卜。内心多少都会不舒服吧？对呀、啊，米酒懂我。你说我们去找丽卡的话没关系，反正我信。难怪丽卡的直播间有那么多甜甜圈。我每次偷去看，不是偷去看，我每次去看丽卡直播间，发现怎么这么多甜甜圈呢、啊？什么世间唯一不变，世人都善变。卢卡去那边抓人哦，我没有抓人，我只是去刚好看到一堆甜甜圈的，想说怎么这么多？现在大家都跑去看丽卡吗？他的话题刚好三人都能聊，为什么要去发红包？卢卡跟你们说可以去，你们还真的相信？去了还可以跟打招呼，嗨。他的话题我都接得住。世间不变的还有男性的专情吧，永远都是喜欢年轻漂亮的妹妹。好哦，我来不及看丽卡直播，然后虽然都聊得很开心，看得出来好像没有看过耶。
欸，你是入坑的时候，丽卡是不是已经去留学了？那边还可以跟鸟聊天，对，有时候画面只有鸟。我后来就没什么时间看了。你那时候好像工作很忙的样子，对，他的开播时间都比较早。你来，他刚好走了，还可以看对，还可以看幺幺大便。这米田轩很听话，九蛋不要拉全部，男性下水。哪有比跟露卡聊天更开心的事情，是吗？快恋爱那段时间每天加班，真的辛苦他了。他现在也是吧，加班也太辛苦了。对，新人好像都是这样。原来是不上丽卡的位置，欸，应该是丽卡直播都比较晚。哦，也对啦对啦，善缘没否认跟一阵聊天也开心，只是丽卡更开心。我以前都中午偷偷看丽卡直播，还好啦，要看公司。哦，也对啦，嗯，我跟谁聊天都很开心啊，不开心就不会聊了吧？了解，就是因为开心所以在聊，所以跑每次都跑去聊天。现在我直播这边也很多甜甜圈，而且我家也可以看鸟，可以看什么鸟呢？加洛特晚安。对，可是。像这种如果真的吃醋的话，你也不可能跟丽卡说吧，我吃醋了之类的。谢谢一凡送自由包包。应该你说我跟丽卡说我吃醋吗？如果我吃醋的话，丽卡应该会更不开心吧。在电梯里跟老板尬聊也是必须的。才不是，我是去发红包。什么鸟呢？我也不知道，欸，娃娃，如果看直播会不开心，我也不会想看下去。我都不看老板说话的。不合，一真会更难过吧？讨厌你们，不要为了我吵架好不好？那如果难过要跟谁说？我难过都跟你们说啊。对呀，啊，难过都可以跟你们说。对，我也跟其他，我也跟前辈说，嗯，我最近我的粉丝去看你，我吃醋，这样会不会觉得这样会很欠揍，对不对？就是三奇生跟我说，哎，我的粉丝都跑去看。刘佳的直播，我会觉得，就很奇怪啊。不是啊，就是，就晚进来的跟前辈讲这句话，我觉得很有点不太 OK。还好吧，就是你不开心才想找人。我不觉得，没有啊，就，嗯，尴尬的，但是就懂吧，懂那个感觉吧。以后找七七吧，这是队长的工作之一。前辈你怎么做到的，很厉害。跟前辈说，你的粉丝一直来看我，我要把他吃了哦。坚强，他明明是看我的。三姐，欸，最近露卡、刘佳，你的粉丝都来我这边，欸，怎么会这样？明明是我先来的，对啊。反正都是晚进来的，不应该跟前辈说
就是你们的粉丝来看我直播这种这样的话题，不然会很容易发生一些误会。对，我上次二戒也是因为这样。哎，算了，可能因为比较多粉丝是先看学姐才看学妹。对，然后学妹跟学姐说，我的粉丝都跑去看学姐，怎么会这样？就很怪啊。很少有先看学妹才看学姐的。对啊，哦，除非那个粉丝是新粉丝，真的是新粉丝，就是从以前都没看直播，然后刚好一开始就注意关注到三期生，或是就是后辈学妹，一开始就关注到学妹，但后来都跑去学姐，这个我就可以理解。对，但是通常应该不是这样，可以跟前辈炫耀自己拿到帝王者，可是这也我会跟我上次在公演这样讲，是因为想要感谢，不是为了炫耀。对，而且是粉丝，就是大家都在的场地上我才讲。对，如果只有成员，我应该不会讲。心想明明就是我的粉丝，怎么会去看你？对对对对对，这个就没办法吸引到或留住粉丝吧？这也是 TP 的问题，粉丝量上不去。分享喜悦而已，对，旁边前面都翻白眼了。今天超想撸卡，嗯，就呢，そういうことですよ。好像目前只有二期生拿过第五，哦，谢谢恰恰哥续费。不是续费啊，对，变成谢谢恰恰哥的重情玫瑰。刚刚说三期生有十，就是因为10哦。好，还有谁拿过？好像是00有拿过吗？我想一下，感觉谁有拿过？还是祖祖啊？77也有拿过啊，应该是吧？我也不知道哎。别谁拿过不重要，对。云卷有拿过手啊，哥丢小帝王，中奖就变成大帝王。哦，原来那他有拿过啊，对，那就一起算有拿过、啊。可是很厉害，为什么丢小帝王就是变成大帝王？中奖几率很高吗？还是不高？77是钻石蛋糕，重生为什么知道这件事？对，钻石蛋糕好像好像比帝王针还要贵吼。其他人没有不重要，看自己就好。对啊，这个跟其他成员比较，我觉得是很怪，就是自己开心就好了，对吧？收益还是小的哦，是哦，了解。那时候有活动，丢了有几率升级的样子，不跟我丢就没变过，可能只有活动的时候会这样。明年看卢卡有没有钻石蛋糕了。阿比送我，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哦。对，讲的要讲的人，讲的人送我，抓到。钻石蛋糕目前最贵，好像是，对，现在的活动礼物里面最贵的应该是钻石蛋糕。卢卡要钻石蛋糕吗？说认真讲，我比较想要活动礼物。对，钻石蛋糕跟帝王证好像不算的样子，还是卢卡要真的钻石蛋糕？哎，我不懂那个价值啊。对啊，这些都是粉丝心意。直播过程开心就好。对呀、啊，真的，我觉得是看谁送
比较重要。对，你们怎么知道其他直播那么热呢？对呀，开心最重要，没错。谢谢钻石蛋糕，我可以提供钻石，那就是核弹了。什么是核弹？帝王真要看活动，好像都没有什么，帝王真好像真的没什么活动。那我负责蛋糕主题，杰斯蛋糕怪怪，但我现在在玩二维，什么？这是什么材料？我会知道是因为 DC 会截图。哦，你说粉丝吗？核弹就是十连火箭哦。一人给你一个解释，组成蛋糕有点恶。那可以吃卢卡的结婚蛋糕吗？哎，那个结婚蛋糕，台湾的结婚蛋糕是可以吃的吗？通常截图的是笑笑，谢谢笑笑。对，其实帮大家解读是一件好事。就是可以留纪念，对，也可以让其他粉丝知道说你们也要加油的那种感觉。对，还有香槟塔，讨厌奶奶我，奶奶我跟卢卡婚礼大家都有结婚蛋糕吃，其实。有几次大家都懒得截图，哦，对，因为你们都随便丢，啊，不能说随便丢，你们都很突然的丢，所以大家都没有，大家都不会截图，因为大家都吓到，想说为什么现在丢？结婚蛋糕本来就是用可以吃的食材，日本的结婚蛋糕蛮多的是假的，对，能截到很厉害，我每次都会慢半拍。我只是要问卢卡，我们的结婚蛋糕要什么口味？草莓的，我要草莓。TV 刚开始让直播时，每一只火箭我都有录影。哇，迷花角色，好，我会加油。我哪有随便丢？好啦好啦，你们都不是随便丢。我当然知道。对不起，我是随便讲，我刚才随便讲。已经到卢卡习惯了，没有。现在雷军他。单层枫叶在丢，原来是假的。日本很多都是重复利用，对，日本的不能吃，日本很多不能吃。但是现在好像有些婚礼的蛋糕好像可以吃。我快一个月没丢了，好吗？我之前在婚礼看到超漂亮的蛋糕，但它外层是用纸板，对，有看看情况。等一下，又在倒数五四三二，说那个 wedding cake 我食べれるのと食べれないのがあるみたいよ。现在丢的人怪怪的，对呀、啊，我不会相信。一，如果讲有没有办过黑龙，什么意思？黑龙，谢谢冠宇的小仓鼠车车。你忘了这里是甜甜圈吗？火箭是第一个钱包，懂了没有？没有。哎、欸，我想问你们哦、喔，跟我没有关系，跟我要怎么讲？管我什么事，跟我没有关系是一样的意思吗？讲错，不管我的事跟我没有关系是一样的意思吗？我握手可能拿不到什么钱，当然要丢火箭。火箭对甜甜圈来说跟枫叶差不多啦，不会啦。对，不管我什么事，我知道语气比较差。不管我的事跟我没有关系，对，有差吗？差不多语气差别。気にしてないと興味がない的な。不多，但不管我的是口气比较差。哦，了解，我以为是一样。那我之后都用
没有跟我没有关系就好了。对，我对，因为我以为是一样的意思。管我屁事好像更凶，管我什么事？管我屁事，管我什么事？不管我的事，跟我没有关系。对，应该是这样吧。如果看那个感觉的话，两个都是要跟别人吵架的语气。卢卡怎么突然问这个？没有，就是有些中文的文章的那种暗示，可能你们可能知道哦，讲这样可能会凶一点，讲这样可能比较好听一点，我可能都不知道。对，像是不爽这个字，不开心，对我来说不爽跟不开心是差不多的意思，但听说好像有差。嗯，ほっといてよか。いや違うのね。私とは関係ないですと。私とは関係ないことですってこと、ね。日本語と同じ意味になっちゃうね。そう。不管我的事と跟我没有关系はどっちも私との何も関わりとか何も関係がないですってこと。そうなんだけど、关我屁事比较不好。好。可是关我屁事是可以跟朋友用，了解。你可以用很可爱的语气说关我屁事。啊，关我屁事。那我讲两句，跟我没有关系啊，关我屁事。哪个比较凶？但不爽会给人不好的感觉，了解。可以讲关我屁事，这样就蛮可爱。像我打讨厌，不是真的讨厌。不爽比较不好听，了解。对我来，我以为是一样的意思啊。对，严格来说，不开心还有难过的意思。不爽就是单纯火大。哦，了解。哦，这样听好像就有点懂。不爽就有生气的感觉，然后不开心可能就有就是难过。对，心情不好，对啊，了解了解，就是不爽是心情不好，生气的心情不好，然后不开心可能是难过的心情不好，了解了解，我懂了我懂了。关我屁事，跟我朋友也不爽用，所以是语气的问题，当然是第一个比较凶。果然是语气跟人的问题。该了，关我屁事什么呢？如果你有用这种语气跟我说关我屁事，意思就是死定了。如果之前都说关我屁事超可爱的，对，后来我也发现关我屁事不是一件好听的话。对，打字看不出来要小心一点。好，好，好，没问题，好。所以打字的时候可能要用跟我没有关系比较好。对，可以像刚刚那样分不开心跟不爽，用很可爱的语气讲我不爽就没问题。好，了解。好，就是那这样好了，我就不开心啊，哥，我就不爽啊。这样就你帮我讲，不是嘞。他自己带来，刚刚好凶。不叫我那个叫叫妈妈的妈妈是呢，我叫那个叫叫妈妈的妈妈的是呢，我那个叫妈妈的是呢。うるさいって。那个哭的不爽，大概就是身体不舒服。两个都好可怕。打字的时候也是用我不开心比较好，了解。对，这种，虽然我知道很多中文单字的意思，但是可能就是哪个比较凶，哪个可能有暗示这样的意思，这种的我就不太清楚。对。第二个好像情绪不太对。那卢卡知道，
应该是这样。我每次都问妈妈的，今天有看到，对，他自己带过来他，我都帮他修好了，现在又，哎，他的毛都掉了。要加空格吗？卢卡看得出来我们什么时候在开玩笑吗？基本上看得出来吧，如果看不出来你们也应该会讲说，哦，我只是开玩笑而已。对，完了，我都加空格耶，你看不出来吧？有差吗？有空格跟没空格？如果看得出来我们是真走心还是在开玩笑的吗？大概，大概应该是看得出来。那你知道我哪时候是真的想看猫猫吗？看情况。回家。好香啊！你给他玩了。竟然有真的想看猫猫的时候吗？其实没有，对不对？其实不想看。我都给你了，我只是个玩笑，好凶。我都用开玩笑说我对卡妹真实的爱情。うるさいよ。すごいうるさいよあんた。好的啦，强哥。碰见好吵哦，他真的很喜欢他的玩具，真的。他怎么一直叫呢？他都这样啊，他就嗷嗷嗷嗷。我不懂的时候用哈，不开心的时候用哈。他粘那只比粘卢卡很多哎、欸。没有，才没有，那碰见。うるさいのに。なんでそんな大きな声を出す。さいまね、本当あなたは本当に。どうしてそんなうるさいの。宮田のブースケちゃんでーす。にゃにゃ。こっち見て。じゃ。よしよしよし。お外出ちゃうもんね。エレベーターにビビりまくってんだもんな。かわいいね。我今天回家的路上有看到一只很可爱的狗狗，然后我就摸它，然后一回家被碰奖发现了，它就一直狂吻我的那个我的手。碰奖都会发现，不是的，它回来就生气了。对呀，我都在家里乖乖的等你，竟然去摸别家的猫小孩。怎么可以这样呢？幻想可能这样想。哦，皮的裙子，啊，皮的裙子，幻想，真的不太 OK。前面有一只超可爱的狗狗。啊，算了。那如果我只会玩碰巧会吃醋吗？应该不会啦，除非你们的手上有别家猫咪的味道。你看这几天哦，快了，快要结束了。那如果摸鱼的话，碰巧会生气吗？不会，我摸狗或猫咪它才会生气。哎，好多狗，我就先不管碰巧了。对，啊。都是碰见的猫，
摸鱼是姐会生气吧？啊，那我想知道，对，我突然想到，我有没有平常讲话就是有一点，你们觉得可能刘家不懂意思，但是其实这句单字不太好的意思的单字，像是不爽那种。我平常有乱用这种中文字吗？就是管我屁事，或是不爽之类的，开车的部分吗？开车不是，确定没有吼？好，那我就有点放心。你是真的不爽吧？没有，我是不开心，不是不爽，没错，好像只有不爽而已。至少我没有听到后有反感的感觉，还好也没有印象。有会跟你讲好，对，有时候我就讲啊，干我屁事，怎么这样讲？对。所以可能你们没有发现，觉得还好，对。但我有时候跟别人打字的时候，就是不知道，其实这句是 不太 OK 的，所以我都这样打字。然后如果我伤害到对方，对，就是常常会发生这种事情。所以我跟别人打字都很难，我不会跟别人打，用中文打字。我很喜欢你说管我屁事啊。那是撒娇的，关我屁事，没问题。这种的还好，这也是底下留言，真的跟你没什么关系。好，没有，我跟别的朋友聊天，就是用 LINE 聊天的时候，对。我之前跟朋友吵架，就是也是因为这样啊，就是我不太懂中文单那个中文单字有暗示什么样的意思，然后我就用了，因为在日本。不管用就是用哪一种讲法，都是一样的意思啊。对，然后我就不知道，然后我用了，然后对方就很生气，说刘家怎么可以讲这样？对，然后我朋友一个，然后我朋友就越来越少了。你不是都会打日文吗？跟日本人聊天的时候当然是用日文啦。对，要够少才能要管我屁事。好啊，干我屁事。好。OK， 没问题。那太不够朋友了吧？既然误会，还是对方太小气了。我也觉得应该是，对啊，我现在想应该是对方的问题啊。他跟日本人聊天应该要多多，他跟外国人聊天应该要多多了解。结果他把我当作一个台湾人呢、啊，对啊，中文又不是我的母语，太难了，中文真的很难。看人吧，知道你是日本人，对方认为你在呛他。如果他那么可爱，当然还不能多多包涵。如果有解释还没办法的时候，就不是你的问题了。嗯，多多体谅，对呀、啊，对呀、啊，好，哎呀。我觉得除非你的用词真的太夸张，不然一定有解释空间，不用往坏的方向解读、嗯、那就是对方不够朋友了。我会体验卢卡吧。卢卡ちゃんどうしたら俺が話聞くよ日本語で。そう、なんか直訳するとさ、意味がよく変な意味になっちゃう中国語っていっぱいあるのね。もう逆もあるよね。中国語を直訳したらちょっとあんまりいい意味、ちょっと皮肉っぽい日本語になっちゃう場合とかあ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ね、だから外国人がその外国人と話すときは優しく接しようって話。例えばなんだろう、あのすごいよく皮肉っぽい喋り方する人いるじゃないですか日本語で。誰とは言わないけど、うん、でも仕方ないよね、直訳してるからそうなっちゃうのかわかんないけどね。まあ日本人がこの喋り方 してたらさすがにブチ切れるけど、台湾の方が喋ってるからまあ仕方ないかって思うことはよくある。知道るか是不是有点像？啊，知るか知るか，对，知るか不行。知るか是知らないで更凶的讲法。
对，就是生气的，算是生气的时候，生气或是吐槽的时候用。对，しるかで那种，就是搞笑漫画里面可能常常会出现。对，就是对，但是就是。希鲁卡后面可能有哈哈哈哈之类的，或是有很可爱的图案，就可能觉得还好，对。但是如果单纯 只看到希鲁卡，然后就是没有什么都没有，可能会觉得有一种我才不知道，我哪知道的那种感觉，我哪知道的更凶的感觉，嗯。是我的话，我就会给你一点时间解释，然后我就好了。那我用日文跟你讲很奇怪的话，你会生气吗？不会生气，可能，但可能会觉得很烦。这样我怕我所以不敢跟你说日文。嗯，还是因为我也懂台湾人用日文是什么样的感觉，所以不会生气。对，但基本上跟我用日文聊天，我相信是因为。想要让我开心，不是想要让我生气。嗯，彼のチョイスある意味天才的。それね、思うよね。わかるわかる。本当に。那喜欢卢卡呢？当然没问题。要加符号，对对对对。西卢卡，加我哎、欸，那我加个括号。卢卡你好，你好，人好吗？人好。外国人が話す日本語ってお笑いとかアニメで覚えた子供も多い気がする。だからシチュエーションが間違ってる感じなのかな。多分それもあると思う。对，可能我在想是不是因为台湾人很多人学日文都是看那种漫画或是就是搞笑节目之类的，所以可能。有些人用语就比较粗鲁一点，对，我觉得有可能，嗯，但这也没办法，我们要好好体谅，对。如果他真的只是没有什么恶意的话，当然要体谅，对。但是有恶意的话，当然不用体谅。所以我保险期间都还是用中文。在我直播间用中文啦，除了 Taro san 之外，对对。会用在奇怪的场合。我在练习七秒面试。あにゃこれ好きなの。あにゃこれ嗯，我懂。如果就是你们其中一个人说，啊好，雷军好了，雷军。在这边说，雷军想要跟我说我喜欢这个的时候，突然用日文说“雷根科雷斯基”，就超级欠揍。对啊，结果因为我都看偶像，所以都变成女生说话的方式。对，如果想要保守，如果真的怕怎么讲话，一开始可以真的可以用敬语聊天，至少不会让别人觉得不好听。那卢卡可以教我们比较男子气的日文说话方式吗？嗯，我要怎么教比较好？是这句话的问题，还是雷句的问题？是这句话的问题。对，帮美丽问一下，如果美丽想去卢卡家乡，你会带她去吗？是确定他问我吗？是确定他美玲这样问我吗？我怎么觉得他应该不会这样问我？对啊，不管是谁，我当然没问题的，对，对啊，三里线是一个好地方，对，如果美玲想去，我当然可以介绍，对，一定会让他吃爆水果。我嘞，卢卡 ski 很像那个波妞的讲法，波妞喜欢那个终结吗？终结，对 ，so ski 对，好像是终结，终哎、欸、介绍的介终结，
波妞喜欢中介，波妞 Sasuke 好き。动漫看多也很容易用到女生用法日文。那个格列斯基，超级欠揍，这是那个还没有好好学好日文的，真的可能真的三四岁，或是四五，应该是三岁左右的女的三岁左右的人用的日文。中介，对中介。不过这倒是真的都没有用过正规管道学日文，竟有过程，超级欠揍，对吧？我都用资源日文。Taro Luka ski， 要用雷剧的第一念。Luka Luka ski， 不行，好好笑。那要怎么用男子气概的语气跟卢卡说我喜欢你？好きです就好了，对，对，好きです就好。啊，男生都怎么跟女生说好き啊？我不知道哎，日本男生，日本有些男生怎么跟女生说好き呢？因为好きです是敬语嘛，因为有です。那，ski 零姐，讲 ski 就知道了 ，ski 就好了。太坏了吧，好烦哦。雷军日常中枪，月色真美。まあ好きだよかななのかな。好きって山梨の方言はねないんです、ありません。だから前ね、昔好きですって。山梨の公衆弁で私に言ってくださいって言われて、えってなって、え？そうなんか、ですごい戸惑っちゃった。で好きも好きは好きだし、まあ、ですはそもそも敬語だから、ね、公衆弁の人、好きだよなんで、多分そう、なんとかだよって言うから、なんとかだよ、講師の人なんとかだよ、なんとかじゃんって言うから、まあじゃあ好きだよになっちゃうんだけど、好きだよは普通に標準語でもあるし、残酷な質問、そう、山梨一応東京の隣だからね、そんなに語尾的なあれはそこまで。標準語と差がないっていうか、看到太郎打的那段，想到一个问题：日本的日文的标点符号要怎么用啊？日本就只有标点符号，日本没有分这个跟这个，日本都只有这个，就是这个跟这个，对，所以跟标准语一样，没有刚好就是喜欢你。的这字是跟标准语一样，对。那有没有方言的喜欢？就是看每个县有没有，像是米列讲的福冈就有啊，福冈的在那边 ski 好像可以说成 水豆油什么的，对，我也不太清楚，对。但是山梨县其实在东京旁边，虽然还是有差蛮多，但是有些单字还是跟东京差不多，对，很简单。那有跟有啊有这个跟这个都有，对。但是日本人有时候没有用这个，因为日本讲话看语助词。就知道现在是在问问题还是有没有对，但是基本上作文的时候一定要用了，对对对，发言的喜欢语尾不一样，就是
像冲绳的话，喜欢有一定连一定不是 ski 嘛，对，一定是完全不一样的单字。但是，嗯，就是看哪看县看县市，对。ski 像山梨县的 ski 的又是。打油这个鱼尾，因为标准化里面也有，虽然意思有点不太一样，对，但是，对，就是每个县市有些单字是跟东京一样，有些单字跟东京不一样，有些鱼尾跟东京一样，有些县鱼尾跟东京不一样什么的，但是每个县都不一样，对，不太像中文跟英文的差别，对。中文不是都用中文就用这个跟这个还有这个跟这个都会用，也有单字不一样的。这个跟这个差在哪里呀、啊？我不知道哎、欸，应该是韩哥哥全角跟半角的差吧。懂了，谢谢卢卡老师。没有特别的方言，但是每个县的口音不同。也是特色，没有特别的方言是什么意思？每个县口音确实有对，确有些单字确实不太一样，对，像是服，私は服って言うんだけど、服が服らしいね、服、衣服的。标准化是念 hook， 但是大阪关西那边要念 hook 之类的。对，其实蛮喜欢听一些日本方言跟口音，都蛮有趣。因为方言，该怎么？你们知道应该知道，日本以前县不是长那样吧？对，像是我刚之前说的什么甲斐国，甲斐国是山梨县以前的状态，以前以前不是47个县，以前分的更少，对，也还是更细，我也不知道。所以当然就是有个县，可能北部人会这样讲啊，就是山梨县也有分东部跟西部，还是北部跟南部，忘记了，反正就是也有可能就是北部的人。会这样讲，可是东部的南部的人会这样讲，也是有，对。日本語東と西でイントネーション逆だよね。そう、靴とか靴とか。そう、私は靴、服、粉なんだけど、そう、本当は本当というか標準語は靴、服、粉なんだよね。で、関西は靴、服、粉。コナは本当に私なじみがなくて、関西の人にコナって言ったら全然通じなかったもん。あ、シュキシュキ不行、不要用シュキ。シュキ是那个恰恰哥打的那个秋叶原，那个不是那个不是方言，那是宅男语。山梨の好きな方言はないけど、山梨の喋り方特徴あります。そうですそうです、ありすぎます。喧嘩してるみたいでしょ。那ルカ算山梨哪一区？我算是我不知道耶、欸、应该算在中间。所以山梨人比较常在哪个县？静冈。对，应该是。对，乱讲，不愧是太郎，网路用语。对，而且 Shiki 是那种很像那个萝莉妹妹用的感觉，就是Shiki 的那种，懂吗？很欠揍，对不对？哎，应该对，应该是不能说萝莉妹妹，就是那种感觉，对。对对对，有点像西分。应该是，对，感觉是这样。但是 Shuki 就有点一种
把宝贝念成 baby b 的那种感觉。对，小孩子发音还没有很完全，就是故意讲成那种 小孩子发音的感觉。对，把原本有的单字故意念成小朋友发音。对，所以很欠揍啊。谢谢太阳的不正经日文教育，叫发音不标准卖萌。对对，就是卖 有一种卖萌感，故意装可爱的说法。对对对，讲 BB 是故意的。那看来只有小雨可以这样，不行，小雨也不行，这个就真的不管几岁也不行。我觉得很适合你啊，感谢太阳老师又学到的。卢卡说说看，不要，很欠揍。还有什么？还有有些人把タベル念成タビニュ这样，不行，我会觉得不能好好讲日文吗？谢谢不能送我告白气球。逼人家想吃饭饭，这样你们也听不懂吧？通常都是打字的时候用的啦，对。每次看到我查字典都很辛苦，为什么会很多人要跟卢卡这样说了？而且如果有那个人是又是肌肉男，哎，但是以前叫卢卡卢比应该也很正确，对，卢比是我以前的英文名字，对。卢卡会用 PM 吗 ？PM 吗？看情况哎、欸，就是日常讲话不会用，但是我有时候就是学，我要偷凑别人的时候会用，变变之类的。哎，刚才怎么讲的？就是，那些刚。有些网络用语就是 JK 用的，女高中生用的，然后有些网络用语就是宅男用的，宅男宅女就是那些人用的，就是有分很多网络用语，然后皮彦算是女高中生用的，对 JK 用语，对，就是我在装。傻的时候可能会用，就说就是有一种，我是女高中生，我太年轻了，什么都不知道 ，bian ，give me this gonna damage bian 之类的，就是有一种欠，还是有一种欠揍的感觉。卢卡拜托凑我 ，b 我要出饭饭之类的，哦，对，刚刚的 shuki 跟 tabelu 是有点像出饭饭，对，好。西恩，谢谢，终于有找到比较适合的，那你适合的解释的，女子小声喝谁春奈丸，哎对，春奈丸，喝爹爹，10:30了，哦对，2小时了。但我上次只开1小时，没关系。题外话，卢卡下周只开2天吗？对，我之后从10月开始呢，每周变成3小时哦，所以应该只有开2天才对。下周这么少练习吗？对，可是我发现 Judy 我们的哈基妹哭也确诊了，所以呢，有些排练可能会延期或是取消。所以我在想，这礼拜可能就还好。原本明天要练习，但可能就我不知道会不会取消。谢谢盛远的戳戳你，你可以跟演员练。对，因为其实不是每个都我不是我每个都是跟哈基妹姑聊天，都是有些地方我要跟就是演员是演谁啊？演员是演又讲小鱼，对，
可是我跟小姐妹跟的那个比较多，对。你在家也会自己练习？会。可是自己练习其实很难，就是因为演戏的关系嘛。我不知道我这样演，演戏就不知道正确，就是没有答案。导演觉得，我承认，就是我现在演戏就是可能没有比其他人那么好，这个我知道。然后，假如就算我很演的超级好，导演觉得，这边我想要再凶一点这样，或是可能要演难过一点，就是最后还是要给导演看。所以我现在在自主练习的时候，也不知道我现在演这样是不是 OK， 所以有点不安。演戏真的没有正确，一句台词可以用很多种演法，对，对对，没错，导演的感觉才是正确，对。但是他们真的比较比我懂很多事情嘛，就是，而且演戏不能看镜子嘛。所以我也不知道我现在这时候的表情是好看的，还是看起来很凶，看起来很难过，然后我的肢体什么的自己都没办法知道，所以真的有点难。对，一定要先背台词，没错，凶一点没问题，这边好像有时候蛮让你生气的。会录影，最后会录影，对，会。可以先找各种不同的表现方法，到时候再一次给导演看。好，乱讲看不懂啦。要练成肌肉肌，对。而且他们现在演员，不是现在演员，除了我以外的演员都可以随性的演戏，就是可能现在在画面，可能就是现在，画面。假如现在是1947年的基隆，然后可能有卖菜的人啊，可能有军队啊，可能有路人啊什么的，叫他们好，现在随便演看看，他们都可以，对，很厉害。他们说这个叫做不是随便的水，水流的水。随性演，对，这个好像可能就真的要有经验才可以，可以突然即兴来一段，对对对，就是可能，好，现在你可能就是卖菜的人，好，现在演，然后他们就可能就是，好，现在这个多少哦，然后就是可能手先这边拿抓菜呀，然后洗一下啊什么，然后就是搬东西啊什么的，就是。看了那个演戏就知道，现在他在做什么，现在是什么画面都可以看得出来。对，对，随流的水，可以随时进入任一个角色的情绪。对对对对对。然后通常演戏的时候都有播音乐嘛，因为是音乐剧。然后我之前我真的一开始演戏的时候，我都听那个音乐，就是可能。这个歌词的时候，我就做这个演戏。然后这个歌词的时候，可能我说“我爱你”的这时候，可能我就做这个动作。然后导演说：“你这个不是演戏，叫跳舞。”对，就是演戏的要演戏的话呢，真的不能听那个拍子，然后不能每个，不能用歌词，或是不能用音。抓着那个做一个动作，对，其实很难，真的很难，好难懂，对不对？很难。然后我发现我唱歌的时候手的动作太多，对，他导演也知道我有职业病，所以可能要这个重新改掉。就是变成职业演戏模式，对，对，像是里面有一首歌叫《我想回到过去》，
然后我想回到过去这样，然后我一开始唱的时候我想回到过去这样，导演说不行，你的手动作太多了，这个真的是跳舞不行。可以爆雷吗？这不，当然我不会唱全部。对，你把它当拼图40耶？对，可能真的是职业病，因为拼图40耶走路的那个，不管走路什么都是按照那个拍子，像是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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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日子我我噔噔噔噔噔噔，就是一个拍子动一个，对对对，绝对不能随便跳，但是演戏的话绝对不能这样，对，不能算，会看这个小节的时候换别的动作，会这样，但是。不会每一个拍子都有一个动作，对，绝对不行，这个叫跳舞。对，所以这种的就真的有点难。对，所以一开始其实我们要演戏的时候，我们通常音乐剧的台词可能就是用唱歌的，但是一开始还是大家都是用讲的。对，看到全色的漂亮截图起来。你会很容易带音乐带的时候，对，因为我这两年都是这样这样学的，对，但是绝对不行，就是这是我的坏习惯。当然在 TP 的时候一定要用每一个拍，对，当然一定要好好的跳舞，但是做演戏的时候，转变，对，转换模式。结果之后表演完了回到舞台上手不会动了。导演觉得这个人手很嘛，对，他说我的动作真的太多啊，然后有一个我要走路要转，哎，我要转头的时候呢，我原本是就这样做，可能太急叫我啊，明华，然后就这样，他说不行，太不自然，你这个脚，他说我的这个脚真的不。不，这是在演戏，这不是在演戏，很不自然。对，他说要自然一点，就是跟一般人要真的要人回头的时候那种感觉。对，我就是做那个樱花瓣回头，还有对，拼图好像也有。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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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上有人叫你，你也会这样回头吗？没有，因为路上，我在路上的时候是，该怎么讲呢？虽然是要自然一点，但是还是不能太不转头的太不好看。我可能正常转头的话，可能真的是这样，对、啊。因为我在想这是表演嘛，对，应该要好，转头的应该要好看一点，对，但是没想到变成舞蹈动作了，对，以后有人搭讪你这样回头，那个人就会跑走，呵呵，还是很可以啊，这个眼神好，感觉好凶，好像要打人，对，虽然是要表演，但上台表演肢体要好看，但是。不能做舞蹈动作，对，所以这个真的要好好练一下，对，真的剩一个月了，我会加油，好，先这样。
我要念榜喽，大家。啊，对。把你这两年学会的都忘掉，对，没错。頑張ります。等一下，这几天真的热，对呀。哎，现在没有来的，是不是都跑去地下了？先期待十一月的音乐剧，好，加油！啊，十一月。我在想，如果十一月有 reset 公演的话，好像 Daisy 成员太辛苦了，对，对呀、啊。如果有人生病了，好像更可怕，因为我可能不在嘛。然后子萱也，思雅不在，然后子萱好像也是，那时候好像已经休息了，对不对？然后今天妮妮停权嘛，对啊，是不是？然后怡珍也不在嘛，对。然后原本我们人是最多的，如果对现在如果五个人不在的话，变成九个人呢。哇，九个人不就是 twice？Daisy 变成 twice 了，没关系，剧组人还是比其他组都应该吧？没有，三旗生马上替补，来得及吗？对啊，先十月再说了，十月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对 ，Love Live 也是九个人，这样旅馆会很开心。好像不错哦，变韩团了。三旗谁要替补呢？我也不知道，因为三旗生现在这个，因为 reset 的舞蹈不是很简单的东西，这个短时间全部都记好应该很难。对，对啊，前座怎么办呢？对 ，LL 都是九个，前座按三旗身上。我也不知道哎、欸，前座，之前一组有十个人，对，这是我也不知道，到时候可能会更少啊，对，如果有人生病，如果有人生病的话，对，有可能，我也不知道。三旗生提早体验前座，如果十月有公演，还是会找另外两组的成员代役吧，嗯。但十月的话，子萱应该还在，对不对？那应该没有比十月那么可怕。嗯，没入卡就没心情看了。哎呦，开心！哎、欸，我该开心吗？等一下哦。好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今天教我很多中文。好，今天的第十名是柏辰，谢谢柏辰。第九名是雷君，谢谢雷君。等一下哦。这是什么？大家等我一下下，因为我发现日版跟本场版不一样。哦，我好像是看到上次的，对不起，我上次我刚刚看的应该是上次的，不是今天的。好，今天第十名是 Derek， 谢谢 Derek。第九名是祥玉，谢谢祥玉。第八名是 Plus， 谢谢 Plus。第七名是恰恰哥，谢谢恰恰哥。第六名是社员，谢谢社员。第五名是 Striking 吗？南琪，谢谢南琪。第四名是蓝蓝陆克，谢谢陆克，谢谢乌鸦。然后第三名是雷军，谢谢雷哥。呜。然后第二名是欠钱二道兔，是小白兔吗？谢谢小白兔，哇哦！然后第一名是强哥，谢谢强哥，谢谢。好，今天直播就到这里喽，今天辛苦了，拜拜。
两个小时十九分，嗯，我等要面对黑暗了，拜拜，早点休息，没问题。你要讲火火火，谢谢火火火 ，Fire，Thank you， 我疲れ様，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拜拜，今日も配信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演三加油，没问题，谢谢大家。下礼拜练习加油，没问题的。拜拜拜拜，晚安拜拜，谢谢晚安，我也是明天赛，爱你爱你爱你，晚安。我结果干巴里吗？谢谢 BC， 再一下可以开车了哦，不不，对，你们开车啦，你们自己开播开车就好。好啦，拜拜，真的要拜拜，拜拜，晚安。